小猪的店，小猪的店啊，这边，哇，很棒。因为他的工作是清玻璃的，他不是负责清玻璃的吗？不要拍我，小猪啊。拍小猪的店，拍小猪，然后拍小猪的店，白猪白猪，我看到在这有一只鱼叫白猪，对啊，特别兴趣。对，哎，怎么有花猪？白猪嘞？白猪嘞？在哪里？花猪可，这里有白猪啊。闪光吧，鱼不能闪光灯。啊，这只这个是白猪啊，白色的，好。可是它不像啊。它当然不像，它像还得了？那个这个比赛。这只鱼也太大，这是水母啊，那么黑哎。太大了，那个是也是猪啊。这个长大的。小乌龟。我们家乌龟长到这么大之后还死掉了。怎么会养到死？因为它眼睛有蒙一层雾。哦，相信你了，你没给它照顾。泡在大便里面泡在大便里面那是我弟那是乌龟我弟